肾虚。每个男人都知道拥有一个健康的强壮的体魄，我们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的。但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精神压力也可以会让自己的身体出现一些伤害的。那么如何做才可以让自己的肾脏更加健康？到底有哪些按摩的小方法的？其实针对于男性朋友们肾虚肾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各种食疗的配方，从根本方面改变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另外我们也可以按摩一些穴位，达到保健养生的效果。就比如说我们男性朋友们可以按摩下三黄穴位。我们应该了解的是，三黄穴并不是单一的穴位，它是由阴陵穴、肾关穴以及三阴交这个三个穴位共同组成的。每天按摩这个穴位100下，所起到的保健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而从中也表明了我们男性朋友们通过日常的穴位按摩能够改善肾虚肾亏的情况，然后再配合一些食疗一些体育锻炼，相信我们都能够获得健康的体魄。另外我们在按摩这处穴位的时候，一定要找准正确的位置，这样才能够有助于我们人体体内毒素的排出以及废弃物的排出，还能改善眩晕、腹痛、腹胀、肌腰膝酸软等症状，对我们男性的肾脏有很没错的滋补作用。出现肾虚肾亏造成身体方面的一些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而且让男性在工作上面丢了机会，而且在自己的妻子面前也会丢了尊严。那么男性朋友们一定要解决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平时的时候就应该通过上面的这些小偏方去按摩，经常按摩也可以缓解的。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